大唐破雪把他们的一号叶落萨破了，红孩儿两只打二号，其他宝宝的话都卡血好吧，普陀的宝宝给化身卡，化身最下面的西北天山啊，地府直接毒啊，直接毒，化身上盾，先清两只叶落萨吧。一半队伍啊，质量很低，质量不高的，只要扛两波他们就废了。能提前上盾吗？大金大金神作，我人卡一个就顶住了，坏了，我五龙丹没下我日了，哎呦，大行的话你这波把盾也上了好吧，两个红孩儿去把这边三号烧掉啊，烧三号，把三号烧了，一斧的要不直接挪一手，怎么说直接挪了吧，挪没意义吧，我感觉他会拉虚弥的，那你上职吧，先上职，点不死连环技的吗？连环技也搞不死，还是先摇后连的，搞不死，下不他爪子的。妹子告诉我多少血，现在是白天，3700，他抓不死你啊，他抓不死你，自己给自己塞个大，好，你地府这一波毒吧好吧，我来进也没用，你地府这波金吧好吧，你地府这波金吧，我可以挪，妹子你这波不挪，你这波紧箍着雷吧，你可能出不了手，因为对面的血雨在前面，你可能出不了手、哎、再给他塞个，再给他塞个，没事，如果对面血雨打死你是没办法了，如果血雨打不死你的话这波就解掉了，王哥应该你进的吧，小总神住了，神住了，神住了，没事。哎呦，妈的，哭瞎了！为啥你不进啊？化身三火起了，我挪了，我挪了。扛住吧，大胆扛五号吧，砍吧，
毛还盖不掉啊，你可以开无剑用无剑盖。无间盖无间了，我无间盖了，无间盖无间，大行的话砍续命好吧。红孩儿顶血啊，红孩儿烧不动这些宝宝啊，红孩儿顶血。妹子你宝宝的话给我武装顶个大。结束了。对面这波血雨打我的，你红孩儿给我武装顶个大。对面俩血雨砸我的。这回合就七秒时间。还行还行，对面都没有。大蓝够不够破碎啊？够破碎的话，再把他们石头破了啊！红孩儿拉啊，红孩儿拉化身，我给化身吃个伤药。那个地府的宝宝给化身吃个大金，化身出宝宝出高速隐身的，出配速的宝宝好吧，出配速的宝宝。红孩儿拉，我吃个伤药，你吃个大金。你大蓝人上盾吧 ，OK， 红孩儿拉人。妹子宝宝，你暗防房子吧。大喊没关系，静还死不了，可以死不了啊！我人给你化身塞大，妹子宝宝给化身塞大，有伤药的全部给化身塞伤药 ，OK？ 你们谁有伤药给化身塞伤药？化身的话活血活大行吧，把大行活一口吧。别活，先把盾立了吧。没事没事，普通妹子你给化身点个灯。我已经立盾了。你立盾也是死，得点灯了。妹子的宝宝给化身塞伤药，伤药伤药。对面这边没什么输出了，对面大唐不一定站得住，秒化身好吧，秒化身别秒大唐，大唐死不了，秒大唐秒化身都秒了，大唐死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要的是人一心了，要的是人一心了，没人一心不行。拉普的拉普的普的又死了，普的一辆给化身先吊灯了，把他血量先吊起来了，上个盾的话下巴还要死，你们血雨打了你没毛病，化身自己给自己塞大金好吧，普陀宝贝化身也塞大金，我也塞个大金，塞吧塞吧，活就活，普陀把普陀活了好吧，地府多，咱宝宝的话把自己对位的续命清一清好吧，那个红孩顶血就够了好吧，红孩给地府顶吧，红孩清续命清不动，对面要点普陀的话，普陀送他，点化身不行，化身不能送他，两个血雨这一波对面
连普通拉倒吧，普通送他了。妹子你发现了没，你这么拉起来的话，你最大的作用是能干啥了，你上个盾要是死，你不如给换点个能换，点个能换就站住了。有时候一定要把握住每一回合这个优势，每一回合出手的机会，对，做对团队最有益的事情。我打自己对位的事情吧，你把我五号打了，我宝宝那不知道咋的。你问仇总。还行。好的，宝宝还绿了。化身得上盾吧，盾上了，上盾能扛得住了，我们现在能扛得住了啊。真的，化身上盾了是吧？换上盾，妹子啊你。换上盾，哎呦我操，我这不先操作先，我别吧，我自己开了。你 diff 的包要拉人， diff 的包拉好吧，引攻去打续灭。下把对面给我们大唐，大唐又死定了。一切都是没有人心的货，一手活满就好了。还行，变身变不出来。身上全是药性了，别顶了。这300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大唐自己给自己塞个大，化身活大唐，看能不能活得上，好吧？活一上试，活血试一试。因为这宝宝有可能顶得上大金的，连宝宝自动出去，自动出去吧。我这还没到他就出去，这不应该是活不上了，死了又。全是别人节奏。他的兵打很有感觉啊。嗯，不错，活了这个宝宝。我们全队还有没有伤药啊？有伤药给化身吃个伤药好吧，化身继续活着宝宝吧，这宝宝暗防啊，继续活着二号宝宝，二号宝暗防。你地府有伤药，宝宝给地府给化身吃伤，你地府人毒吧。一会又是大行的宝宝拉起来活一个满上，拉起来活一个满上，两把就活满了。妹子起来，一定要给化身把灯掉了啊！对面两个血雨什么灵异出手，化身又死了，明白了吗？一定要先给化身把灯掉上。化身得叫宠了，把宠叫了。哎，可以把他毒开了，他多吃了个补龙。你化身叫宠，把宠叫了，我把血灯立一个，下宝们开始活了啊！你们宝宝去打续迷啊，地府的打自己对面的，大行打自己对面的 ，OK。叫宠啊，抽中啊！叫宠，抽中啊！
进攻速度慢，拉不起来，只能我人来拉。妹子，你宝宝的话解封化身的小死亡，好吧，妹子。你宝宝一旦解化身的小死亡啊，对面这波有点的。你地府这波的话，化身直接活普陀啊，把普陀活力给换掉的，我人拉起来活就活了，好吧。地府叫宠吧，宠架大堂这波不拉，好吧，不拉大堂。要不然都活不上去，都是高敏卡。哎呦我操！解掉了没事。双灯吧。哎呀，引弓不打弓，宝宝，我的哥！法宝的威胁大还是弓宝宝的威胁大？一定是弓宝宝的威胁大。引弓还没了。打死个弓宝宝死不了吧，日了。贴两下行不，换武装地府都是满血，再贴一下，贴一下打不动。我人塞大，我人塞大的话，我人塞大，对面两血雨的妈的，我人塞个大好吧，化身里面抬手吧，或者活普陀的妹子有大金给换人再塞一个好吧，给换人塞。大堂这波拉不起来，别拉啊，把这波扛住我们就站住了。化身如果这波消双又倒了就完蛋了。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吃？哎呀，少被力劈砍一下，直接顶上死不了的。拉啥了？地府毒吧，好吧，毒毒毒。我的拉大堂吧，大堂的叫宠吧，宠叫了，好吧。怎么这么慢，他把我凝滞了。撞，别吃五龙行吗，撞开对面。我他妈打把扇吧，要不搞来一波化身，搞他波化身，怎么搞啊化身？你拿命去搞吧，他血雨砸过来，你们大唐或者普陀肯定得死一个，那咋搞？我真是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开塔了。没有，我以为他这波那个。没时间了。普陀要死定了。这边盐点普陀了。肯定。
且关注。哎呀，打的是什么玩意了，妈的！十三加七了，对面。一号龙宫孩子，把一号孩子砍掉，砍得出去不？砍得出去，把一号孩子砍掉吧。对面要是没宝宝冲的话，对面冲不掉的。你地府上盾吧，我们扛着来吧。上盾能扛了，大唐不要了，大唐卖了，这大唐没用，这大唐。坏了，这孩子好像打不死，我操！真打不死，地府吃地心吧，地心吃了，好吧，一定要吃了，我出个宝宝，扛住扛住。吃地心了，宝宝毙了，兄弟们打地心吧，地心打了，快点。妹子法方还有大金帽给地府塞。还有三回合普，还有三回合化身起来扛三回合。死扛死扛，不扛没办法。对面还有工地，真牛皮！我来吃，我来吃！哎，我们要不这砸钱把它砸了吧？我烟雨说砸钱把它砸了，好吧，来吧，你丢纸火把它砸了，好吧，来吧，砸得掉，砸不掉。我不会舔无魂的吧，我靠，我舔无魂就没了，一千八了，操，
你地府出好不好吧，扛地行吧，没得搞了。化身起来还得死啊，对面两血雨，对面一二三四树，拿化身，化身起来只能推拿呀，推拿推了吧，好吧，地府了，我拿化身了，拿起来推了推了吧，这个是龟速的那个吧，高速的高速的高速的，收了吧，下去。高速的可以啊，就推就行了。把握好每一回合，把自己的一个发挥到最大的优势，不要当一个废人行吗？不要当一个废人了。每回合自己该操作什么对团队利益最的话，要仔细想一想。冲冲房了吧，算了，你把我跑了吧，赶紧的下去。这种三攻的攻宝宝一定是比法宝宝厉害，法宝宝秒我们顶多秒几点，秒两三百点血，爆的话也就五六百血，一定要清攻宝宝，好吧，那种近期必杀的宝宝一定是比法宝宝厉害太多了。切记啊，这都是用经验堆出来的。还有对面如果有攻宝宝伤害很高的宝宝，那种引攻啥了，你大团子不要上盾或者干啥了，尽量先把那宝宝清掉，那宝宝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这个队伍都赢不了，妈的，
准备准备，最后一场。